猜猜，我是一个菠菜，猜猜猜猜猜猜，猜猜我是一个山菜，猜猜猜猜猜猜，猜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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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猜，猜猜我是一个山菜。老沈啊，这个养老院有个老不死的，老是想泡我，天天挨着我痛。夜在晒太阳啊？对啊，休想跟我借钱。哎，你的脚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脚在保养。脚啊，五楼五斤，你们觉得我来？这是要多紧吗？不扎是吗？轻一点踩。好吗？娘子，啊好，我们去哪里呀？拍照了，拍照了，5块钱一张，5块钱。我说10块，我跟他不是一边的，我这边10块。我这边2块走了走了来。你算什么男人啊？就是因为你们这些，没有你们俩，我就看上他们两个感受一看。追到天涯海角，把他揍一顿。这不是那场戏吗？对啊。我们太过一场戏。我是看，没有过。哎。
这个唱歌的，去唱歌去唱歌，哎，一个二十块钱吧。哎呀，怎么唱？不对了，那你用五金，你唱。没有硬币，下次再给你吧。我也需要。哎，你好抠啊！我觉得你的毕业论文的方向不错，不过主题要再更聚焦一点。你看这里啊，这给我。哎，啊，卡，哎，给卡。跑过来，是谁说话不算数？哎，请你搞清楚，这里是我家，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道义寺。慢死，到底什么飞机可以开这么慢？好的话，你可以现在回去啊。道明寺，你这人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大便飞过来，那就好好教书吧。大四，你们少说点，不要打情骂俏。谁敢打情骂俏？来来来，他坐在这里来。啊，累死你了。哈哈哈哈哈。贝克杰，不要打情骂俏。谁敢打情骂俏？来，什么？女主角下场。冠军，还是来？我还不装扮。社会应该我问你吧？说好打死都不来的人，偷偷跑过来了，是谁说话不算数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大浪飞过来，大家好好相处。打死我们少说点话，不要打情骂俏。谁敢打情骂俏？搞清楚这里是我家，我想什么来就什么来，不爽的话你先别出去。哎，道明寺，你这人。好了好了，他也飞过来，大家好好相处。